11月26号到30号在台东县立体育馆举行的家具名床家电展示会，共100多个摊位展示来自全省北中南优惠的名床、厨房卫浴配件、不锈钢锅、医疗按摩椅、原木家具等。每日前30名消费满10000元，还能获赠精美礼品。电器业者以吸力强劲的无线吸尘器作为销售招牌，能吸除生活中尘螨。现在购买还享12期零利率优惠。它的吸力重点是经过双层的气旋，那在多元锥的一个吸力，那产生一个很强的那个龙卷风，把细小的微尘都吸起来，那你可以很轻松的打扫。台东日照量大，业者推出坚固耐用、节能减碳的太阳能板，方便又环保，购买享政府补助。因为我们台东哦，日照条件非常的好，所以就最适合使用太阳能的地方哦。而且现在政府哦都有补助，每一平方米的话哦是补助2250块钱。那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的话，政府总共哦可以补助到8595块钱。那比起传统的瓦斯热水器啊，跟电热水器哈，都可以节费差到80%以上，是非常的节省能源。家具业者推出2房1厅或1房2厅的成家专案，让顾客买的划算放心。展期连续5天，欢迎对家具、名床等家用品有兴趣的民众前来体育馆逛逛。侯彦霖、黄清海采访摄影。